这个工作坊在进行当中呢，其中包括就是我们这个面向还有手向的这个阅读的，那另外有就是我们这个书法，如果你勤于书画的朋友，都可以到我们这个书的这个。
通顺。Thank you.
感谢我们这一的舞狮表演非常很棒，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么激情的哦来捧场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的就是庆祝我们这个新年的，那在这里呢，也希望大家继续的享用我们这个工作坊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新年小吃也是有的哈，在我们的户外的部分。